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中央巨龙二期藏身77、生侠七二、蝴蝶67、飞猎手21、潮汐121、明朝一条龙 1.0 全收集。任务：生侠七长香宝箱、飞猎手、潮汐质疑、缝隙生蝶、蝴蝶。好，那我们这一批开局来到重级步道右边这一个锚点，到这里之后我们把视角转到西南方向，地图左下角这前方有一个射击训练。好，跑过来套出枪手角色，开启。好，这里打一下靶子往前走，继续往前。好的，那这边挑战完成，拿到这个五级七准起藏像啊，拿到之后再往西方向地图左边过来触发任务。好，这边要帮他制作什么东西，制作这个什么东西啊，我们过来和他对个话。好，这边是先拿箱子上的，箱子上这个。好的。好，然后是罐中，罐中在西北方向地图转角，就这个。好，然后他要让我们拿桌子上，哎，还需要一点箱子上材料啊，按照他的提示，他写什么我们就拿什么瓶，桌上的瓶子。好，罐中的材料。好，这边这个任务完成这一阶段之后，他让我们去追上合伙，我们先把视角转到西南方向地图爪角过来，把锚点打开。好，那锚点旁边这里有一个细生蝶啊，摸一下。好，别急着下去，在对面啊，在我们对面这个岸水的对面啊，对面的岸上啊有一个，还有一个细生蝶，我们来摸一下，然后飞到对面去摸一下，然后往对面走。哦，这里往对面走，爬上去来摸一下这边那个，然后跟着他往下走。好，这一个到位，然后是东方向地图边刚才我们摸下来的这个。好，这个到位，再往西北方向地图转角这里可以进去啊，直接进去。进来之后，在这边上面这个石头上啊，这里是第三个吸尘点，摸一下，给它送出去。好的，三个到位之后，这边出现一个潮汐之翼，拿到它，酬劳之外的时候，拿到这个奖励之后，往西南方向地图转角这边往前走。前面这里是一个潮汐之翼，我来把怪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了怪之后，拿到潮汐之翼的奖励，有机会排成拿到奖励，然后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过来，爬上去。好，那这边是一个俄罗斯方块的解密，我们走过来了，走过来，然后在这个它的解密台旁边这一个捡起来，然后旋转一下，放到这个位置，右上角这个位置。好的，然后这一个，好，然后是这个放到左下角。好，接下来是旁边这个在左上角，最后把这个捡起来放到右下角。哎，操，好吧，然后拿到这一个起藏箱，物尽其用，拿到这一个箱子，然后往西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走。这里有个车，在这个车的前面有两个 NPC， 旁边一个箱子。那在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上角这边有一个经济，走过来左手边看，然后这里是
他的炸药包，捡起来炸药包，然后过来把这一个经济给他炸了。里面有一块电池，好，捡起来电池，这电池我们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里边走，这里有一个信号杆啊，装在这里，这个电池啊装上之后，我们再回到西南方向地图转角，回到车这里，这边过来点击修理，好，然后连通一下电路，好，这里等他们两个说话，然后拿箱子，好，拿到这个基准其他项，小红拿到这个其他项，再往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转角这边走，这里过来一个潮汐之仪，我来把怪清一下。好，那我们清了怪之后，拿到潮汐之仪的奖励，拿到奖励，西方向解锁左边这边，这里有一个控物，好，捡起这一个控物，然后把视角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，这边有一块这个什么石头啊，丢过去把它炸了，里面是一个细森碟，来摸一下，摸到细森碟，好，从面前往上爬上来，继续摸，给它送到位。好的，那它到位之后，我们再把视角转到南方向地图下方，这边跳过去，这里是一个音障仪的挑战。那这里的话，音障仪你们应该是锁住的啊。然后在现在我站立的这个位置是一个誓言碟，好的。然后是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下角，这边这里一个誓言碟，好的。那这个完成之后，再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一边，这边这个炸药包啊，这个什么？空物捡起来，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，这里是一个石头啊，是一个石头啊，给它炸开，三个誓言碟给它解锁，解锁之后我们来做这个挑战。好，那挑战达成，拿到这一个精密奇汤箱啊，之外的收获，拿到这一个奇汤箱之后，我们再把视角转到东方向地图边，过去把锚点开一下。跑过来开锚点，好，那开了锚点之后，直接打开我们的地图，我们传送到左手边的这个中枢信标啊。好，那过来之后，在我们的正前方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跳下去，跳下来啊，这里是一个这个什么压力机压力装置啊，那在我们面前捡起火球。对面这里的荆棘给它炸了，好，完事以后再捡火球，回头我把这边这个荆棘炸了，两边的荆棘顶部都有一个控物，这里随便爬，随便选择一边爬上去，上来把控物捡起来丢下去，捡起来直接往下丢，好，然后把控物压住，去到另一边，同样的操作，捡起来丢下去，跳下来，好，诶，捡起来压在底座上，最后是用火球来压最后一个，好，来拿到这个精密起他箱，拿到这个精密起他箱之后，我们再跟着任务指引走，好，这里跑上前把怪清一下，好，那我们清了怪之后，再往我们的东北方向地图右上角这边走过来，这前方路上有一个荆棘，捡起旁边的火球，把这个荆棘给它炸了，里面有一个细森碟，摸一下这个细森碟，好，再跟着细森碟走，
好，给他送过来，送过来之后再往东方向你推一遍，过来做任务。好，再和乔木对话。好的，这边又是那个什么解密啊，就解密我们就是第一个 A 甲。好，这里第二个的话给他转一下，转过来对准这个，这边是第三个，第三个我们在，第三个是正确的啊，再调整第四个。好，完了那边第五个。好，最后是这个第六个。好的，解密解开，里面的箱子拿一下。哦，精巧，旁边的调查点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打开我们的地图，我们传送到重级步道下方这一个锚点。我传送过来，然后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这边跳下去。好，这里是一个挑战，这挑战的话，你们先听我，你们先看我做一遍，听我说一下啊。那在我们开始挑战之后，你看啊，前方这里是出现了这种蓝色的，这什么东西啊？我们站上下面这个的话，下面这个被压住，然后它前方的第一块板子会打开，然后我们上去啊，上面这一块板子被压住，它左边的那个板子会打开啊。那我们捡起这个火球，把它丢到下面去压住，把压在下面这里，然后我们爬上去，人踩在上面，人踩上面，好，然后等待它。两个都开到最大的时候，现在我们低头捡起来，捡起来，然后直接给它丢过去炸了。好，这样的话就能出现这样一个基准枪上。好，捡起来有机会派上用场。好的，那捡起来这个机枪上，我们这一批就拿这么多，那我们就下一批再见了。